de lazer.我更想你。本期大来宾张永守。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百人互动谈话节目《奶酪博士你看谁来了》的节目现场，有请王芳、王伟烈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《奶酪博士你看谁来了》的演播现场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收看我们的完整节目。今天呢，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我们，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人呢，我觉得咱们稍微停一下。今天呢，首先来到咱们节目现场的是王芳同学，您这一走几个月？对，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啊，家里有点事呢，请假了几个月。但是很多观众说，说是换了挺好。对，听说您跟关凌合作的不错呀。是，没想到你还回来是吧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把你赶紧换掉。来，我们今天呢，来我们节目现场的呀，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老艺术家，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他。他所塑造的荧幕形象刚正不阿，激情澎湃。一撮毛，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。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，哼，狗东西。他所传达的人物精神，积极向上，无私奉献。他就是电影表演艺术家张永守，首次以大来宾身份做客《你看谁来了》，将与我们分享怎样的艺术人生？三扇神秘大门背后又是谁为他而来？有请大来宾张永守。有请大。你好，你好，张老师好，来，哎，这个我刚才呀、在后面说，我说这张老师啊有70多岁了啊，后来他们说我小看您了，对，90岁了，89，是周岁吗？周岁89，我的天哪，一点都不像啊。那我觉得您这个耳朵感觉特别好呢，还行，然后交流也完全没有问题啊，还行。太好了，真的是一点都不像是吧？走道完全像个40-50岁的人的那种状态。你夸奖我，你夸奖我。哎呀，张老师虽然不是第一次来，但是今天说实在的，我喊这个有请大来宾时候还有点激动。因为小的时候啊，就是我在记忆中，你张老师粉丝吧？不是粉丝，就是很多人说我长得像你。张老师演戏得有60-70年了吧？差不多。您是多大时候开始演戏的呀？演电影是从57年开始的。《林海雪原》是第一部吗？不是，《黑山阻击战》是我的第一部电影。黑山演个连长。然后《黑山》之后就是《林海雪原》是吧？也不是，是《英雄虎胆》。哦，《英雄虎胆》还在前面呢。对，58年。57年呢？是黑山阻击战，58年拍的《英雄虎胆》，59年拍了两部海军片，60年拍了一部《林海雪原》和《七夕》。最火的就是那个七夕。哎呀，他俩是同一年，一个上半年，一个下半年。那一下火了吧？那会儿没火，我们那时候不懂这火什么意思。山崩地裂。那您那个时候会不会就没法出门啊？没有，没那么严重。不像现在这样是吧？我们都军装。咱们今天呢，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呢，张老师的这个影视作品啊，我们来看一小段年轻时候的岁月啊。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，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。你想要化妆成土匪，打入敌人内部。对，203，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，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。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，你被俘了。不许动！
出来。怎么样，还要通行证吗？我说二虎，二虎，你怎么地上的不坐，专坐天上的呀？我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可以老哄老哄的叫呢？孙金才，你这个汉奸！赵局长，饶命！把他给我绑起来，冲上前去，把战场的主动权迅速的夺过来。张老师，我这也算是第三次采访了。其实在我的印象中，张老师是一个把自己的故事永远放在自己的心上，这个似乎好像他特别不愿意把自己的过去讲给大家听。但是就是这一次我动了念头想了解您的时候，我一了解才知道，张老师这一辈子发现的人，帮过的人，这个让很多的人有了机会，这是地地道道的一个伯乐。所以说我就特别激动地跟张老师说，我说你必须给我一个真正了解您的机会。是的是的、哎、今天呢我们有三位啊，有可能是新朋友，有可能是老朋友、有可能呢是您的同辈人，有可能是您的晚辈人、也有可能您这不用教，张老师对里边的这个情况非常了解但是坐在外边感觉不一样。三扇门关着，您估计今天大概齐，您有没有脑袋转了一下？谁会来？没想不出来。想不出来。这个我呢，朋友不是很多，也不少，但是这个谁会来，我说不清楚啊，想不出来、啊。想不出来。那这样啊，三扇门，您想先见哪个房间的朋友？按顺序是一二三，是吧？对。咱们现在从中间开始吧，二开始吧，二号开始，好嘞。此时此刻，三组神秘嘉宾已分别在三个房间中准备就绪，在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，大来宾能否一猜即中，顺利过关呢？哎呀，那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非常帅气，应该不能忘记我，因为我一直没有忘记他，他对我有恩，因为他看见我，实际上也会看见像自己孩子一样。这个二号房间的朋友请准备啊，张老师将向您提出呢五个问题，您用文字回答就可以。张老师，您可以问五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您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请问您是先生还是女士？对，张老师很熟悉这个环节。对，二十几岁的女孩。二十几。张老师是说我不认识耳朵的。张老师，是不是您孙女来了呀？我不知道呀、我孙女在广州呢，我在北京有两个孙女。对呀、这个二十几岁我就觉得这个含义多了。对，来二几岁，第二个问题，你是我们院里的还是院外的？还是院外的您是八一电影制片厂院里的吗？还是院外的？曾经在八一厂院里待过。第三个问题，那你是跟我一块儿工作过？对对，这干脆。对对。那第四个问题，你跟二十多岁的女孩在八一厂曾经工作过，不是？那你没准可能不一定是您孙女了，对吧？不是，不是我孙女、我孙女比她小。你跟我在一块儿工作是在哪一部戏里呀？哦，就是战争年代在的戏，战争戏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张老师，你大概其跟我是一块参军的吗？我们是师生。哦，您是市委老师吗？市委老师是您的老师啊？他是我的语言老师、我山西人语言不行。哦，他经常纠正我。我说您普通话怎么说得这么好？如果施伟老师来的话，那是不是今天我的普通话也可以解决了？对，来吧，二号房间中到底是谁？没事，您坐，您坐，您坐，没关系啊。二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亲爱的施伟老师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。看谁来了？答错了，亲爱的倪萍老师。有请。
哎呀，我就好，我姐呀，好久不见。我现在老了，都不这里我要都不太特别的感谢一下倪萍。嗯，我上次有一次做节目，我说过这个话，但是可能你没注意到。现在让我几乎不想拍了，是你打电话来以后，我一下子把我的士气鼓起来了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去拍摄的现场，我们合作得很愉快，应该说是也合作得很艰难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们总算完成了这个作品了。没有张导，你知道，在我的眼里，这就叫真的青春的回忆哈。嗯。那六个月吧，咱们在河西走廊，我们拍了六个月，没回过家。嗯。这是我生命青春当中特别美好的那六个月，你可能都不知道，我们都没有跟你说过。我们在那个时候哈，这是我拍戏我觉得吃的最好的六个月。那个部队伙食好的哈，猪肉炖粉条每天吃，然后早起我们住在营房啊，还没起来战士就把那个冬天那个热水就给我们端到门口，你不起来的你就眼看着冒着热气儿，那种温暖。然后张导还不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出毛线，你知道吧？王宝坤你记着吧？王宝坤，宝坤是演政委的，我跟他住一个屋。王老师先看一眼倪萍给你带的花儿。哦，谢谢。哎呦，谢谢谢谢谢谢谢。没有这，还有都不知道怎么。他给我，他到北京来到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时候，告诉我说，我要到中央电视台来工作。我说好啊。完了以后给我送了一筐山东的国光苹果，还送了一个花篮，至今那个花篮我还保存着。哎呀，天哪！那里边的花原封原样没动。这得有30年了吧？30多年了，不止，保存到现在。其实我跟张导的人特别像，就是好像看上去我挺热热闹闹的哈。你看我跟王维念认识多少年，我跟张导认识，跟王芳认识多少年哈？好像生活中我们从来没有在一块儿说吃吃喝喝，没事打个电话约个饭哈。就我这性格是怎么着，我跟张导一样，你说朋友挺多的吧，其实我仔细想想好像没有什么朋友。我估计我要做这个节目，除了我们家人来，好像一就是叫什么叫优点哈，是缺点，其实是缺点。我跟张导既是缺点也是优点。我跟张导就是也我都去过他家吃过饭啊，那个张家茂阿姨做的饭好吃的，哎，我跟他家的三个孩子都认识，老大勇的媳妇儿跟我都是朋友。没错，我每次去朱影拍电影，他是我的化妆师。没错，然后二勇在北京拍电影，我也是能碰到他，碰到他就像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。你看我都没怎么跟张导这么没去麻烦他，但是我到了广州，我就一定要去找那个华。你们叫花姐，花姐，不找花姐，找大姨儿媳妇，儿媳妇，好像这样就跟张导特别近。您跟张导是什么年代认识的呀？咱们是83年，是84年，83年。您那么早就拍电影了吗？我那我怎么觉得是第三部电影了？哦，张导找我的时候，他正在拍那个《流泪的红蜡烛》啊，在长影，在长影拍《流泪的红蜡烛》。他在白场拍的第一部戏是《女兵》。女兵，对对对，郝光导演的。郝光导演，对对对。那个时候您是要选，您是已经当导演了是吗？我这也是打的鸭子上架。没有，我为什么说这部电影我有青春的记忆在里边，是因为张导找我的时候，张永守这三个字你小你都不知道，王文念大概也知道一丁点。知道。在我这个年龄，张永守这三个字就现在你看最帅的那个人。而且张导那个时候的帅吧，203首长啊，很多女孩说找对象啊就要找203首长那样，就张导那样的七夕。张导的那个他的那种就是男同志的英俊和他，哎呀，我们对我们来说就是，哎呀，要蹦着，对，就是蹦着阳光往上走。就现在的刘德华，我见到张导，就去之前竟然有人提醒我说，张导的爱人张家茂阿姨规定啊，见了面。
不要拥抱，有事就握握手，这是健康的。老爷，真有这样的要求吗？就是再熟也不要，刚才这样要张阿姨在，这个拥抱都不合格。张阿姨对张导的爱呀，那简直就是，所以张导这一辈子啊，真的是，我估计他们家是宠着他那种。所以张导呢，其实现场特别霸气，再说的不好就是霸道，他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有一场骑马的戏，你知道吧？张导上，我说张导，我都害怕马，我都不敢靠近。这个可以学，走了。第二天有个小战士站在我门口说：“倪萍老师，我是来教你骑马的。”说走吧，就这根本就没有商量哈。那时候冬天特别冷，穿着大衣就去了哈。一见了马，我老远一看，马冒着热气，痴痴的啊。完了，上去我在那学了16天马。那个时候拍电影真的不像想，那个时候哈、啊，我们在那半年没回过家，我光骑马就学了16天。后来，张导偶尔会问说：“这个马学的怎么样了？”很英俊的在那问，但是你吓得你说可那个可以可以可以，敢真的拍的那天哈、啊，哎拍的那天，张导给我出一个特别难的动作，他镜头是在这样，就这样，我要从100多米的远处。飞奔过来，然后我背着大刀，然后到镜头面前要刹住，要跨腿下马，然后说报告政委怎么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哈、啊。然后我那天，因为你知道那个马没有鞍子，哦，光马。但是我想知道，你提前刹住了，你没到前面，镜头就虚了，你又浪费一条，很贵吧？对。但是我当时想，我要浪费了又花钱。然后就很复杂。那时候是有胶片的，那时候是用的，咱们祁连是彩色的吧，用的是伊斯曼。伊斯曼，对对对，反正张导吧不会给你压力，但始终是很期待你的眼光。我中间的看着镜头，我眼睛就虚了，看不清了。实际上是我哭了啊，吓的。你说吓的还是激动的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快腾空了。那镜头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又不敢擦，走到镜头，我真的是老天帮我，还是谁张导帮我，还是那个马帮我？我特别准确的爬下马胯，你要知道，这个要是多一点儿，少一点儿都不行，镜头就虚了。那都拿皮尺量。张导就说：“再重来一条。”我张导那个手势是这样往后指的，当时我那下来以后，说完台词之后，张导说：“停。”就他只要。这样看着你就是过了，哎，我那个眼泪就开始，就是要忍着要不下来，就是那意思，我胜利完成任务了，就那种很复杂。后来张导就，他也没有说过来哈，像正常说，你不错啊，你心里特别忐忑，也没表扬也没批评，这到底是怎么着？那时候特别年轻吧，20多岁，刚才不是说23、24岁？刚才我不说吗？23、24岁吗？倪萍很年轻，而且也没有被全国人熟悉的吧？那会儿还当然不熟悉，根本就没有人认识，而且我也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是这部电影的女主角。哦，你一号女主角呀？一号，妈呀，绝对的一号。那张老师，您当时选倪萍大姐的时候，那时候因为您那时候对她也不了解呀。是啊，所以倪萍跟我说，我看了一个剧本，就是你弄的那个祁连山的回声。我说你在哪儿看？他说招待所呀。对，八一厂招待所。他不知道八一厂来干嘛来了，完了还要回到长春。女兵配音。女兵配音。还要回到长春去。对吧？说你呢，在招待所看了这个剧本，就带着走了。啊。在路上看了一个晚上。到了长春以后，下了火车，他就打电话，说：“我下了火车就给你打电话。我觉得这个剧本很好，我很喜欢，很喜欢里边的团长。”我当时呢，我说，其实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对这个《祁连山的回声》。因为原来要准备请另外一个演员演，可能时间。就当时那个演员放弃呢，因为。
当时呢这个说好了，说好了都预约过了，借调借不来了。厂长说，北影厂厂长王阳同志说，我们这儿有个戏要他上。等于张导找我吧，属于那个就是这样，这个人不行了，说这不还有个错原来的演员比您出名，是这意思不？那当然了啊，就看看能不能滴溜起来。我所以也有这股，我在马上我那种一定要骑马，一定要演得好，心里也有一种我不能让张导失望。你这滴溜不起来怎么办？非常努力的演员，哎，这是给我们祁连山的回声增色不少。那都没有没有，哎，那个、我们那个祁连山能够得政府奖啊，与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没有，与全体女兵和摄制组的艰难困苦付出，是相，应该是应该得到报应的。我拍那部戏，我就觉得，就他的给我的感受，就张导，就是一个在部队骨子里是一个军人，他的那种领导，他的那种工作作风啊，好像就是一个。从来就是不怕吃苦，你知道我们到那个，我们到一个峡谷那儿待着，太苦了。天夜里是零下26度，然后我们要穿着零下二十六度，零下。然后我们穿着西路军的那个薄衣服，因为当年西路军就是这样，就单一路过河西的，没有供给，没有后勤保障。哎呀。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房车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我们就有个军大衣，暖宝宝都没有。当时那小羊什么暖宝宝，我们有热水，然后热水不敢多喝，你喝完了吧，你去上个厕所就斗争的得半个小时，因为太冷了远，然后就在那使劲，哎呀，冻的。你想我们的妆都怎么化？张导都知道，张邦爽老师是化妆师哈，啊，张邦闯了，张邦宠，对对对，哎呦，张邦宠老师也是一个。真的是一个军人，化妆是女的，像个男孩子一样，个子跟他一般高。对，我们怎么化妆哈、啊？先抹甘油，都抹了之后，闭眼睛，地下拨那个土，哗哗哗往脸上抹，抹，好了，走。啊，没不画眉毛，也不画睫毛膏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脸的土。说，就这张导看说还不够，再抹灰。我们就每天抹的回来，不想卸妆，因为明天又开始抹。小杨妹儿，你这小杨妹儿，小杨妹儿，刘毅哈，刘毅，当时冻的吧？他为什么跟我那么好？他是个13岁吧？13岁，他真实的岁数。他见了王宝坤就往王宝坤怀里钻，见了我就往我怀里钻，因为他太冷了。嗯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啊，那时候，哎呦，为什么都就忘不掉王宝坤、拉姆，还有小杨妹儿。瑟仁拉姆还没有个西藏女演员，那女孩坚强，她说这在我们家乡都是最暖和的天了，没事儿，我们就看她，我们都冻着吧，就是要这样哈，我们就只要有大衣的空，就一定抱着杨妹儿。那个时候的情感，6个月，你想，我们所有的目光其实都在看着张导，因为张导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张导可能也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。也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好，即使多少困难，我觉得张导也看到了，我们像一堆破烂一样躺在那儿。我那时候才100斤，就那杆儿伸出来，他们说王宝坤都说你别伸远了，这一碰就断了，那种人就瘦了。但是我们，我那时候多高啊，1.74米，对呀，100斤，你风中就看我一个脑袋在那儿，然后但是。因为有的时候真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苦到了哈，因为饭来了都是凉的，这么冷再吃凉饭，你说他怎么能受得了？有时候来了饭了我们都不想吃，可是因为年轻又特别饿，然后我们就看张导好像很热一样，就到处走着。张导是一个很阳光很健康的人，说同志们下面要拍哪一场，好，就是没有那种让你觉得哈还有困难算什么。对，我们又年轻，年轻人跟随谁一定是向着这个方向走，于是我们所有人吧就好像都跟着
所以你刚才觉得说苦，我们真没觉得苦。而且我们那时候你还干什么你知道吧，我们白天去拍戏，或者是夜景我们白天休息，我们业余时间你知道干什么，张导都不知道。汪宝坤会织毛裤，我们那个地方出毛线，然后呢汪宝坤就开始给他们家里每个人都织了一条，于是我和拉姆就红了眼了，觉得好像我们怎么不能这么亏了，也买毛线，那时候真的不会织，就跟着。后来我就在那半年里边，我织了12条毛裤，给我们家能想起的人，我大舅、我二舅、我大姨、我小姨、咱姥姥、姥姥都，那更有了。姥姥是第一条，第一条。我哥哥、我妈，就我能想起的人哈，反正就两个颜色，他只卖两个，一个是紫色的，一个是墨绿色的，我就统一的，男的都是墨绿色的，女的都是紫的。然后这个毛裤也不需要。有的时候我真想问我大舅到底多高，差不多就行，弄得我大姨大舅腰都得崴下来，但是每个人穿着都特别温暖。我最后你想那个时候上火车，这一大包都是毛裤，他不像现在你打个包寄走了。我咱们上5V你记得吧？5V。5V我又看上了，也是王宝坤说这个锅多么好。这个锅你放上烧饼，你走的时候放上面，你晚上下班回来就吃行了。烧饼它也不糊也不什么，我想天下还有这样5V很有名的锅。这个锅23斤，妈呀，我从那儿背着这个锅拿着12条毛裤，我多么顾家。就回到青岛，我妈看着这个锅也确实哭了，因为我们家后来很多很多年就是这个锅，我妈走的时候把面发好了往里一团儿，回来我们家就吃。这就5V你知道吧，这张导都不知道，因为要跟他一说他就说你们都不看剧本织毛裤，看着我们那个剧本都背烂了，张导还让我们看。因为就我们那时候对西路军的情况就这么厚落的资料都看烂了，但是我们这个织毛裤你不知道有多么快乐。明天有重场戏，王宝坤真不知道这事儿，我还真知道，很可能要批评一把。绝对了，今天算解密了。哎，我们为什么吃得好？我们那时候哈，我们每个人床底下都一床底苹果，一床底红枣。那个地方的苹果很好吃，因为它那个日照时间长。而且冬天它藏在这地窑洞里边，是组里发的，不是我们买的。除了冷，其他方面还都可以。吃的太好了，我说这些，张导，你能想起来吧？能想起来，但是我真还不知道你们还吃了那么些毛衣。对，要早知道你们织那么多毛衣，耽误看剧本。但是我告诉你一点哈，王宝坤是我们那里边年龄最大，沈阳话剧院的话剧团的。哎，然后他就说，比如说明天要有你的重场戏。你织毛衣裤超过9点，他就说放下必须睡。我们就很乖，你知道，他一说我的重场戏比较多，他就叫我睡吧。8点多说你要睡，明天要拍你的戏，说好吧。哎呦，他们在那织毛衣，那个吸引我，哎，根本睡不着，翻来覆去的。我说那我再起来织5分钟行不行？可以，哎呦，织5分钟，你不知道，就心里有个愿望，要让家里。不是每个人都能穿上毛裤的。1983年是84年，83年啊，不是每个人，而且呢，我们那是纯羊毛的，不是每个人。哎呀妈，李姐，你还有这么可爱的时候啊！我的天哪，这见到张导说出来，张导那儿很可爱，那多可爱，很努力，关键是很能吃苦。我们那地方就是又冷又苦，你这全是山沟子。打仗的戏，这是倪萍姐带来的那个我自己留存的海报。我让张导给我签个字，这真的是永久的纪念。而且我们那个我都没我如果不是见张导，我都没有机会说过我。你知道我练马那时候哈，16天哈，我第5天我的满手都是血泡。对，因为紧张，抓着绳子怕掉下去，那马就跟你较劲嘛，那不就来回磨吗？但是我就是觉得张导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，我要跟他说我手破了，我不能练了，我觉得他会看不起我，或者叫笑话我。其实还有就是对张导的崇敬在里边。对，觉得要是王校长笑话我，根本不在乎，笑话我还笑话你呢，我还批评你呢。但是你
张导在那个时候那种威严，嗯，我们很少跟张导开玩笑是吧，或者说点私事儿哈，都没有过。这签字之前我得先说一句啊，三号嘉宾说他也熟这一段，就刚你姐讲这一段，那就我们剧组的，那不一定，您猜猜是谁？咱快速问五个问题，好不好，张老师？对，就是有人要。刚才我故意说把张导都弄乱了。那就应该是我们剧组的人呢。对啊。那您猜猜呀？嗯，是我们剧组的人吗？祁连山回声的人。反正认识张导。男女？您是男士还是女士啊？女的，对，女。您是三个字还是两个字啊？您的名字是三个字还是两个字？可以两个字，也可以三个字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什么回答呀？小皮，哎呦，我想到是谁了，我不能说。他这么回答，就他太聪明了，这孩子。你在我们院里吗？现在还在院里住吗？还是院外的？在院里吗？在院里待过。哎呀，我知道是谁，应该知道了。你觉得会不会是小杨妹儿？你是杨妹儿吗？对，这不能这么问。那咱就这样，这个最后一个问题不问了是吧？不问了。那好，来来来，看看这我们的三号房间中到底是哪一位啊？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，三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演员刘毅？五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帮我打开三号房间。亲爱的张老师，答对了，掌声有请。我是小杨妹，快来快来快来，团长。哟，小刘毅，导演好，导演好，你好你好你好，那是小刘毅，哎。我的天哪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也亲妈妈了，她都有孩子了。你看小杨妹，刚才我还说的小杨妹谁身上暖和往谁怀钻的那种。最小的刘毅，知名演员，在他13岁时也作为重要演员参与了电影《祁连山的回声》的拍摄，因此与张永守、倪萍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今日在你看谁来了的舞台重逢，将与我们分享哪些温暖故事？
没法说。那段的这个经历呢，会在他们心灵深处留下一点东西。对，是，可不是一点。是，我刚才说你都不相信，这是我青春最美好的一段时间。嗯，谢谢谢谢。真的真的，那个时候倪萍大姐对你们怎么样啊？那我觉得我跟倪萍姐，我们她是你们团长哦。我觉得我跟倪萍姐的这种感情啊，真的是不能够就简单的说一下。我觉得她对我的这种关心、这种照顾，哎呀，我觉得我到现在永远都不会忘记。我们拍完《祁连山回声》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香港心连心了。嗯，香港心连心，然后呢，我是演小品，你。他那时候已经是家喻户晓了，嗯，主持了十几年的春晚了已经。他说是后来啊，对对对，我们到了香港之后，那时候还有那个王老师，我也去了。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呢，我想他肯定会很忙嘛，也顾不上跟我们联系，我也不别去给他添麻烦了。后来一天，我就突然接到电话，喂，杨妹吗？哎呀，我是团长，你我在几号房间，你到我这儿来。我们在香港排练，在香港演出。听我这个语气多讨厌。完了以后我到了那个赶紧去了，去了以后他在那忙活呢。杨妹儿，我还在节目单里看是你的名字，我没想到是你，还真是你啊。哎，你怎么不给我打个电话呢？我说我想你肯定特别忙，就没给你打电话。我跟你说，再忙我永远都是你的团长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小杨妹儿。我给你买了一些吃的，还给你买条裙子，你试试啊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你长这么大了，你快试试吧。我就把那条裙子给拿起来了，是一个吊带的、跨栏的一条兰花的印裙，外面是一件小蓝毛衣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有印象。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又在上海拍了一部电视剧，叫《月嫂》，她那时候演月嫂，她不知道我在这个组，但是我知道她在这个组。然后有一天早上起来，她那化妆，我一看是她，就过去了。团长，她一愣。杨妹儿，然后赶紧抱着我，我们俩在那儿抱着。你也在这个组啊，太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有的时候刚开始拍戏的时候，我就上车。哎呦，一天我就看见他大包小包的自己那上车。哎，我说你怎么没带个助理呢？哎，我不要助理。我说你这么重的戏，这么多东西，你怎么不带个助理？我演月嫂，我还带个助理，不对。哎呀，我一下就觉得他是在找这个角色。哎呀，我所以哎，还是这个戏啊，还是这个戏。我们有一天收工特别早，我就到他那屋去看，去找他玩。我一进他那屋，地上全是书，床上是书，地上是书，哪哪都是书。我说你怎么这么多书呢？你都是你带来的？说没有，我带来一部分，寄来一部分，我又买了一部分。我说你看得完吗？这么多书？我看得完呀，我养成一目十行的习惯了。我早上起来，我还要听新闻，听时事。习惯，哎呦，我觉得我特别崇拜，这才是我的托，你听我特别的，哎，我真的觉得特别崇拜他。哎，我们俩还他都没说，我们俩后来有一次就长谈，谈了很多他的生活，我的生活，一下子就像姐妹，你懂吗，张导？就是因为祁连山留下的这个情谊，不然他不会跟我说他现在生活是一个什么状况，我也不会跟他说我都走了什么样的弯路，我们俩就最后又哭又笑的。对对，这就是姐妹祁连山回声，对，祁连山回声留下的。因为我在祁连山的时候，虽然我演团长，但我那时候没有任何名，我也不会像你想象问的那样哈，我多么霸道，我真是这样。他很多次我们回拍完路上回大客车上，杨妹儿永远是睡在我身边，靠着我。他还是个小孩吧？其实那时候我也不大。对对 对, 对，你知道我就靠在玻璃上，我们俩就睡的。王宝坤从后面用个大衣袖子拖着我，把头拿开，把袖子垫到我和玻璃之间，我一个人不会有这么大的。你杨妹儿整个人躺我身上，我们俩就一路上就是这样睡。我也小，我23岁吧，是24岁。嗯，导演，你永守叔叔，你还记得我们就是杨梅入党那场戏啊？那个我们是在祁连山的山涧里拍的。对。啊，那个还白天的时候是零下30多度，
到了晚上是-40°C。我刚才说26°C，比那时候还要冷。就我们那天对是拍一个大夜戏嘛，对对对，我们白天就去现场了，因为永守叔叔要附景啊，要分镜头啊，我们演员要走戏啊，走地位，走位置啊。那场戏主要是红四方面已经弹尽粮绝了，其实大家意味着什么？明天都已经很明确了，的是吗？很明确，红四方面军明白，很明白，大家已经知道明天肯定是要牺牲就义了。那个时候杨妹选择入党，她也想好了，她想和这些战友们，想和姐妹们一起为了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就这场戏，那天我们试戏的时候，拍戏之前要试戏，永守叔叔就在跟那个工作人员说，今天这场戏我们不能多走，不能多试，因为这场戏是演员的激情戏，演员的激情是很宝贵的。然后永守叔叔就悄悄地慢慢地走到我这儿来，扶着我的肩膀说，杨妹儿，你准备好了告诉我。我抬起头看着永守叔叔，我突然发现永守叔叔他眼睛里全是泪花，我一下就被永守叔叔带入到了那个战友们互相取暖、互相掩护、硝烟弥漫、战火纷飞那个年代。然后我情不自禁的，我就把手举起来了，团长，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然后倪萍姐演的团长看着我说的，杨妹，她团长还没说完呢，其他的姐妹说，杨妹什么都好，就是年龄太小了。然后团长说，是的，杨妹在党章里她的年龄确实小了，但是在特殊时期是允许的，我愿意做杨妹的入党介绍人。说完这句话，我看倪萍姐的眼圈全红了，眼泪就开始往下掉，然后旁边所有的姐妹们都说，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，然后我的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。拍完这场戏，永守叔叔一下就过来了，把他的大衣脱下来披在我身上，然后倪萍姐也过来了，然后抱着我说，杨妹儿，姐爱你。因为那时候真的就是觉得这就是一个家。对，其实然后是我就觉得，我因为出生在革命军人家庭，我特别感谢永守叔叔能够把这么一个角色给我，在我13岁的时候演了这么一个女红军，我觉得我被他的精神和理想一直都跟着我，一直感染着我。但是刚刚我听那个倪萍姐说，她说呢，这个整个这剧组呢，他是吃的特别好。我怎么听编导说采访你的时候，你说吃的一般？我们是这样，我们到了那个甘肃那地方太冷了，我没事儿就去找倪萍姐围着她，没事儿就去找她那儿去腻着她，躺在我那床上，在她被窝里盖着个被子那儿腻乎着，在那儿。然后她有时候看着我特别可怜，因为那真不像是各种地方有小卖部，因为那地方荒郊野岭的，没有小卖部，没有什么吃的，偶尔发给我们一点苹果。有一天拍完戏回来就觉得特别饿，就躺在被窝里，他看着我觉得特可怜，妹儿，你是不是特别饿呀？我说那走吧，团长带你去看看有什么吃的。我说好吧。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那个院里的小卖部，连里有那种简易的那种伙食做饭的地方啊，那个啊，对对对，我姐姐带着我去了，妹儿，这里面真的什么东西都没有。馒头片也没有。团长还有个名字叫吴姐，吴姐，对，只有点大葱，有大葱。妹儿，大葱也可以解饿。团长，那我就吃点大葱吧。我还奇怪，怎么我们都吃得这么饱，他还饿啊？他就想吃零食。后来那时候小，13岁的孩子跟23岁的，他对我特别好，要求不一样。不是，后来你吃了大葱以后，你永守叔叔知道了吗？开始不知道，不知道后来谁告诉永守叔叔了，说我们打报告了，那儿吃大葱了。永守叔叔不高兴了，你们怎么可能可以去在别人那儿去吃大葱呢？你们演军人也得像军人呢，你这不行啊，这个。然后永守叔叔好像拿着点钱，就去把大葱的钱。张老师，您还记得这些事儿吗？记不住了。把大葱钱给补上。刚才杨妹说那点也是我后来想说，本来我想准备后面说哈。其实张导和别的导演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哈，我觉得张导和每一个角色跟我们一起演了一遍，就是杨妹说的，他愤，你要我们要演愤怒的戏嘛，他就有时候跟张朝旁边，张朝情绪还没到，是张导已经到这样了哈。
因为他是演员出身。对，你还没有哭，张导在旁边说：“好，我们准备，杨妹要入党了。”他那种，你就在旁边，你受感染，你肯定稀里哗啦哭。另外，张导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内心情感极其丰富和极其高贵的人，他不是随便流泪的人。像我们这鸡毛蒜皮的事，像我这样动不动眼泪也不值钱，一点事我就哭了。好吧，来，咱合张影啊。
猜吧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位嘉宾，我觉得你应该能猜着。请问你是男士还是女士啊？您是先生还是女士？嗯，哎呀，您这个怎么也给来一个男的了是吧？那也不一定，张老师就是女性缘好。男士，男士，男士。第二个问题，你和我比我小，你和我一起工作过吗？哎，工作过。我工作过不一定是祁连山。对呀，那么多呢。你是不是跟我合作过两部以上的戏？哎，两部以上的戏没有哟。你比我年轻还是比我年长、啊、哎，这个好。哎，比你小。比你小、啊、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了。是剧团的吗？好，是剧团的吗、是八一厂演员剧团的吗？对对。不是。那完了，那完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男的，不是演员剧团的，蒙一个吧，蒙一个，那还是蒙江平吧。江平、啊、好，一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江平老师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5 4 3 2 1，请帮我打开一号房间，看谁来了。答错了，掌声有请朱龙广老师。哇，哎呦。朱龙广，著名演员，与张永守因拍摄电影《地道战》相识，多年来一直保持紧密联系。今日在《你看谁来了》的舞台相聚，将与我们分享怎样的艺术人生？哦，你们是老朋友是吗？老朋友，我们《地道战》这是我的领导。哦，对，《地道战》这个区委书记，区委书记，对啊，《地道战》才是朱老师的主打，那当年火的那叫山崩地裂。帅的两个帅哥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就是您吧？对对呀、啊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打一枪换一个，看看看看，没系毛巾的是朱老师。来放一段。天赋。走。平原叔，你放心，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。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。打仗这没什么，不会慢慢学吗？对，在战争中学习战争，打一仗就要进一步。我们呢，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，考验自己。我们俩现在在这坐着，嗯，那里边主要的演员，嗯，已经都不在了。哦，大多数都这个戏呢是，他是工程兵文工团的，嗯，这个剧本呢是工程兵文工团写的，哦，而且呢，当时呢还是军事教育片，对。拍的不是故事片，对，是军事教育片。哦，但是后来呢，就把它作为故事片放公映了就。哦、嗯，这您二位日常生活中联系多吗？现在偶尔我们有些活动在一起，反正是没少在一起活动嘛。嗯嗯，每次见面开心吧？哎呀，我看见张兄啊，就特别的高兴。嗯，为啥呢？就是在电影里边。高老忠不是牺牲了以后啊，有一段戏是这个高传宝的低谷戏，是区长来了以后才给解开了一个这疙瘩，才让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，才有了以后地道战的发展。嗯，所以就是您二位那个时候就
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他的领导，他是我的领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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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对对对。我跟你说，文燕，他这个你们山西人，我跟你说，确实是见的面很亲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我金婚的时候，我张兄和八一厂老哥们老姐们都去了，都去了。我大女婿是你们山西人，肥阳人，丰原人。哎呀，你是肥阳人，还在个前天还在跟我说，我说我来这儿，跟我说着，哎呀，爸，我有一个事儿一直到现在没完成，我老说去看看张老师去。嗯，他还记得呢。哎，他就是他，他送我，是他说他要把你们山西的特产，真正的特产，弄来看你。哎呦啊！你看他人缘怎么样？哎，人缘好。嗯，啊，是您闺女结婚的时候，人家去。我，他过80岁，80周年这个金婚纪念。感谢亲爱的张老师，感谢亲爱的朱老师来我们的节目中，咱们合张影吧，来，哎，辛苦了。这里是天津卫视大型感恩互动谈话节目《奶酪博士你看谁来了》的演播现场，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。马未都，人生之旅丰富多彩，曾当过作家，涉猎过影视圈，并在收藏界独树一帜。今日首次做客《你看谁来了》，三扇大门背后会是谁为他而来？马老师好，马老师好，哎呀，欢迎您啊，马老师您好，哎，盼星星盼月亮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。我这个好久不参加节目了，所以多少有点生疏感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下期《你看谁来了》。融美好，共未来，天津卫视。